有请，欢迎张帅老师，也有请我们的李小姐呈上奖杯、鲜花和奖状。父母的年轻的年纪啊，是的，所以他就会向中国时尚以及电视、电影以及歌手圈的中坚力量继续影响着每一个人。对，好，一起来合张影。大家好，我是许维洲。作为一个新人，我非常开心，非常荣幸能获得最佳新人奖。我一定呢也向各位前辈学习，然后再接再厉，感谢时装，感谢大家的认可，谢谢。